是我要开会吗？啊？我有 PO 一个，我有 PO 一个。你上一节课不就应该？我怎么都没有？他在啊。我连讲到吃什么都不知道。哎，你有 PO 吗？啊？报告还没。靠！组委会的报告，忙死啊！谁都会忙死。哎呦，你昨天还聊一聊很开心的。对嘛？哎，我从10:15进去，11:30出来，一件事情都没干。忙个屁！我忙屁！我来早了，我1:00出来啊。对，只有做绝大部分忙。第二年了啊？只有我们找我们组委会。同学。好，你说。啊。学弟。哎。哦，你好，是吧？那他们呢？他们做。把你那个丢人的现金给收起来，丢人的现金。所以我们说，造成酷。我们说，譬如说像这个，哎，不行，所以我要去上厕所。你是大便狂？你是屎吧？三秒而已啊。真的吗？管那你刚用啊？刚在看《罗翔传奇》里下，很骄傲吗？哎，不对，这个时间你不应该看《罗翔传奇》里下吗？刚下课。下课也不能啊，上午时间，我在学习要喝，屁耶，够会掰。上午时间那个只有学科内容你可以而已哦。没错，所以那叫他那个，你可以叫他把他直接先没收了案件进来，来，啊，过来，回，过来，过来一下，同意没收，照收，并剥夺他的权利。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摆锤，假设现在是静止的，前面有动能吗？没有。他有在画。假设啦，假设，他现在静止有动能吗？没有呀。我觉得有问题。对，我说动能嘛，我说动能。动能。他现在 B140，所以他没有动能。嗯。啊，我现在呢，推他一下，好，我推他那一刹那，我推他的时候，想要给他什么？你给他的加速度，我给他加速度，加速度一个时间之后他变成什么？我给他力也可以这样，我给他力，所以从 F 等于 ma， 所以是要给他这个加速度，对吧？我给他力，所以力转换成加速度。我这力的作用有个时间吧，我碰到他有个时间吧，所以时间加速度经过一个时间之后，它转换成速度，是不是？那个速度就是他离开我手的那一刹那的速度。有速度之后呢，它就有动能了，是不是？就有动能的。有动能之后呢，你可以看它哈，我这样推它。好，它下一个静止点在哪里？在最跟。是不是？假设这样，能量耗尽的最高点。就在这里，就在这个点上静止点。对，能量耗尽的最高点。对，这个静止点，请问它有动能？没有。可是你看能量跑去哪里？胃了。胃能啊，能量跑去这里了。它就让它高度提升了，它的高度提升了，它这个动能转换成位能，让它的高度提升了，所以在这个点上没有动能，但是位能怎么样？有没有最大？在这个整个状态之下，假设我现在看我们推它之后，把它开始摆动了，其他哪个点的位能最大？那么在最高的哪位？哪个点？最后边的点和最顶边。OK， 这个点或这个点，两边的点动能最大，哎，位能最大啊，就这样。是什么？啊？位能是什么 ？OK， 位能是什么？不记得了。是。位能，我们在上礼拜讲的，刚刚已经来了。我们把一个物体来。对，我们来个物体呢？你来。从这个高度。我把它提升这个高度，我需要做功。我做功了嘛？我做功跑去哪里？我做的功跑去哪里？跑进反差，对不对？可是反差的能量有增加吗？没有吧。能量没有增加吗？它只是往上。它只是往上，就有增加能量了。哦。好，我做了功，我既然跟它做功，我的能量不会无条件消失啊，我的能量一定做个转换，我转换哪里？转换变成它的位能，我把能量提升了，所以自然而然到我放开了，它就掉下来。它就会损耗出来，它就会放出来，释放出能量哈。这叫做因为位置改变，它的能量增加，我们就可以说或者是释放，这叫做位能。橡皮圈，刚刚有橡皮圈。对，被打了。好，这个弹簧也是啊。当我把这个弹簧
拉开，我需要施力。需要。我拉开它，这样子会怎么改变？有吧？有没有？这不要加个疑问句，有或没有？有。拉开为什么改变？要变长。变长，我们做勾。嗯。或做勾，对。我施力往这边，而且有移动的距离，是不是有做勾？有。我做了勾，所以弹簧的能量需不需要增加？会不会增加？涨起来。一定会增加。这个能量跑去哪里了？弹簧里面。跑去弹簧里面。那这也是因为位置改变的，改变能量哦，我们就叫做弹簧位能。这叫弹性位能，弹簧位能。好吧，这位同学拿手机干嘛？哦，没收，没有了，没时间了。OK， 那 MP3 被他赶走。什么被赶走 ？MP3。哦，被谁？不知道。好 ，OK。到底知道还算是干嘛？所以这就是动能跟位能之间的转换关系。那我们这个宇宙中，其实刚上一节课冠宇讲的东西，这宇宙中的总能量，基本上我们说它应该是没有变，总能量没有改变。啊？总能量没有改变。怎么样子？啊，实际上我们可以从这边观察，你看，你可以观察到什么？我的位能转换成动能，再转换成位能，再转换成动能，它是不断的转换的。扣掉这个摩擦力的影响之外呢，扣掉空气阻力的影响之外呢，假设这些都没有情况之下，这个摆动会不会停止？不会，就不会停止了哦，就不会停止了哦。这不会停止的摆动呢，它的能量也会改变。你有道理说。它总能量没有改变，但是你从距离看，位能从大变小，再变大，再变小，再变大，再变小，变大，再变小。动能从小变大，变小，变大，变小，变大。它两个刚好在交替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事情是，它实际上总能量是相符的，总能量是相符的。这样问题有问题？有。没有没有没有问题哈。有。好，我简单去做个例子哈。假设。假设现在有个摆锤，我呢给它推了一下，它离开这个中心点的时候呢，我测到了它的速度等于十，每秒十公尺。请问这个摆锤可以摆多高？五公尺。好，那前提是，前提是你不知道这个摆锤有多重。我现在告诉你摆锤有多重。假设我现在告诉你这个摆锤的重量是一公斤。哦，好重啊。好，假设摆锤可以摆多远？摆多高？不知道。五公分。五公分怎么算的？也不是十公分。十公分。怎么算？怎么算的？重量除以一千克。怎么会除一千？十公尺除以一千克。除以一千，我怎么不知道？为什么十公尺要除以一千？十公尺是以每秒速度十公尺除的。对对对，离开中心点的时候，离开中心点的时候，它的速度是每秒十公尺。请问这个摆锤可以摆多高？啊，你要先算动能嘛，动能有多少？我应该在讲什么？我刚才忙着找我的东西。我计算一下，这个物体。它从最低点开始移动的时候，它的速度是每秒十公尺。啊，我先告诉你，它这个摆锤的重量是十公斤。那摆过去的时候呢，可以摆到最高的。所以 m 的单位是多少？啊 ？m 的 kg 啊，质量啊。那它，但你在问它的重量？哦，一千。但你在问它什么？它可以摆多高？它 W 吗 ？W， 什么 W？ 我没有问它 W， 我问它说可以摆多高。摆多高？不会是啊，哪里很难？全部。你可以掌握的讯息有哪些？重量，你可以知道它质量，哎，你可以知道速度，你可以知道动能。动能，动能对不对？动能不讲吗？这就动能吗？G分之五十。我的天啊 ！G分之五十。啊，我们刚冠宇已经很快的告诉你答案是 G 分之五十，虽然我们知道它怎么来的，好像不是 H。单位是什么 ？H 啊，公尺。单位是公尺啊。啊，等我一下下。好，等你一下下。五。五什么？公尺。五公尺。Yeah。它跟它的一不一样？如果它的 G 是十的话就一样，那它可是理论上是九点八。对，啊，所以你用九点八去算，算到十，算到五。嗯。
然后不是，我是用你旁边那个东西去占他们两个之间的吗？对啊，对，所以假设你没有假设七十死的话，你怎么得到五十给我？五十啊，是都得到，对不对？你靠背啊！你一定要假设七十死嘛，对不对？那我就假设他死，因为你也不会想到他出事嘛。好，有没有？什么概念？没有概念。好，非常有概念。没有。好，这个居士怎么样？啊，重要一点，居士怎么样？重要一点，居士。那是专业吗？居，多少是看得到居士是哪？你确定吗？假设。对。居，其实我比较喜欢冠元这个答案，用居来表示就好。你们不知道就用代号没关系，不简单把中间一定算出来哈。你算这个数字，有时候反而失去那个结果，失去那个过程。赵总，你这样永远都没办法上课了。烦死！做这个事情让他过来，然后回来，不好意思，我刚才哪跟他讲一遍，我再花十五分钟把刚刚讲过的再讲一遍。同学，那么多十五分钟吗？没有。是不是？说明这时候已经有三个人听懂，我再另外花十五分钟帮你讲一遍，知不知道？不知道。对，我也不值得浪费我的时间呐、啊，我也会不爽嘛、啊，是不是？人家已经听得懂了，你不要跟他开玩笑。你听得懂？他们跟我开玩笑。我是跟你开玩笑，那你可以跟他讲，不好意思，我没听懂，不要理我，不要吵我，对不对？我还在研究，那要专心呐、啊，对不对？你一直去分析，你怎么听得懂呢？好，我相信有几个同学现在不知道怎么回事的哈、哦，你们想一下，他这边开始移动了，跟这边推他了，开始移动是一样的意思。它这边具有什么能量？动能，动能多少？每秒十公尺。那是速度，每秒十公尺是速度，不是动能。那动能跟速度？动能是在这里，这是动能。看不懂。我刚刚不是解，刚刚有解释过，因为你现在看不懂，因为刚上一节课没有来。好，那我们解释过，从 mgh 转换成二分之 mv 平方，这个转换你记得吗？除了宣语之外，记得吗？好，我们记得，然后往前推，速度是跟他二去一起，记得吗？记得吗？那跟他二去一起，两边平方是 v 平方等于二 g h， 有没问题？有没有问题？我只是平方吗？啊，有啊。平方就把根号拿掉了嘛，对不对？所以 gh 是等于二分之一 b 平方，我把二除过来，对不对 ？gh 等于二分之一 b 平方，对不对？可以吗？那我们刚刚讲的，我从这边这边的弓是 mgh， 这边是有个 gh， 那我们也知道 gh 等于 b 二分之 b 平方，所以把二分之一 b 平方放进来，把 gh 拿掉了，所以这个东西是也等于这个东西。简单来讲，这东西在这么高的地方放下的那一刹那，砰！放下来到这边的时候，地球就要做，地球对这个东西做了多少功？MGH 功。MGH 的功嘛，对不对？可是我们如果观察它速度呢？它速度是 v 是等于根号 gh 二 gh， 对，观察它速度。那这个功又会等于它的动能啊，它的移动的能量啊，是不是可以？这个位能。会等于它的动能，最高点的动能，最低点的动能，不是吗？所以你把所有的能量转换成动能，所以我们在那边考虑的动能，它的动能是就是二分之 mv 平方，就这样吧，记得吗？上一堂课讨论的，我现在复习完了，你有在听吗？我听不懂。哪里听不懂？全部。全部是指哪里到哪里？但因为你记得吗？不记得了。你因为你只有上一堂课我讲过了，你要利用时间去复习，跟他问我问题。那你都没来问我问题，我也会不知道你到底卡在哪里。好吧，没关系，继续吧。这样吗？后面也会继续考给他。所以 ，mgh 就是我们讲功的来源，功是从力跟距离的乘积。到目前为止，这样没问题。龙轩跟赵庄没问题。你说动能这个记得吧？力是 gh 的乘积。
再讲一遍。你刚刚是说 D 是 GH 的乘积。D 是 MG 乘。D 是 MG 啦，对不对 ？D 啊，你要这么说 D 等于 ma。看地球表面的，对，地球表面的 a 就是 g 嘛，就是重力加速度。啊，所以地球表面地球对这个物体的吸引力就是 m 乘上 g。那它在这边地球对它施个力 ，mg， 作用的距离 h， 所以地球对它做了多少功 ？mgh， 记得了吗？还是不记得啊？但是不记得就要记哈。啊 ，mgh， 所以它在这边有这么多功，而这功实际上在我们球看到是在这边是动的嘛，是一个速度的关系，是有动的。所以再去解它，发现 gh 可以转换成速度的速度。的关系 ，gh 可以转换成速度，所以把速度拿过来这边看到，我们在这边就得到一个能量的意思，这能量是二分之 mv 平方，啊，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物体从这边把位能转换成动能的时候呢，它的动能是跟它的高度有关系的，对不对？它的高度有关系，所以这个高度转换成动能之后，我们可以得到它这边的速度的平方再乘上它其他的乘上二分之一，就是它这样的。有的动能，所以这个物体呢，我推它那一刹那，它只有动能，有没有位能？没有。啊，假设这个点是位能是零的话，它没有位能。啊，除非说假设位能在这边，它就有位能。可是位能假设这么高没有意义，所以我们假设这边是零位能啊，它就是没有位能的情况之下呢，这个只有速度，所以它是有动能，动能多少？怎么算？动能怎么算？我还是不知道怎么算。动能在这里吗？这什么意思？哦，这代表二分之一的那个 m 是距离。m 距离。质量。二分之一的质量乘下速度的平方。对。这个不适合讲二分之一的质量，你可以说二分之一乘质量再乘上速度的平方，就这样。这不是二分之一的质量，二分之一的质量，你看我拿一般的质量来做事情，不是这个意思啊。那就是这两个乘积，乘出来的还在乘上一个二分之一，才是可能它动能。好，那这二分之一是推导出来的，并不是说二分之一个什么东西的意思啊，并不是这个意思。好，二分之一乘上这个结果是它动能。那你在这个地方，你有没有看到一公斤的质量？你有没有速度？所以你可以知道这个。这个球在这个地方，这摆在这个地方，它动能是多少？可以知道吗？所以是二分之一乘以一 kg， 然后再乘以十的二次方是一百。嗯哼。对。一百乘以一，然后再乘以二分之一。对，所以是这边的动能就是二分之一乘以一再乘以十的平方，单位是焦耳哈。我们这边一开始定焦。单位是焦耳，记不记得？不记。焦耳怎么来的？不记得。焦耳是被定义出来的。焦耳是被定义出来，怎么定义？是做功定义出来。是说，当一牛顿的力作用了一公尺之后，这个东西叫一焦耳。好，这样定义出来的。那牛顿在转换成质量跟重力加速的时候，这边指的是公斤，这边指的是。每秒每秒平方公尺，啊，每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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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尺的意思，所以我们同样是沿用公斤跟沿用公尺，沿用秒的话，我们就可以得到焦耳的定义，啊，所以我这边假设是用一公斤，这边是用每秒几公尺的平方的话，我得到单位是什么？五十焦，就是焦耳，啊，得到就是焦耳，所以得到就是焦耳，就等于五十焦耳，所以我这边一开始具有五十焦耳的动能。对不对？所以我现在开始移动了，转换到这边的时候，请问我们动能？没有吧？为什么没有动能？因为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动能，因为它在这个瞬间是静止的。在这个瞬间是不是静止的？你看，我推它，在这两侧，刚刚子龙告诉我们的，这两侧只有位能没有动能，对不对？为什么？因为它的力量不对。跟力量没有关系。它力量不够大。不是。哦，是因为它不能再上去了。你可以感觉到那一瞬间在最高点的时候，它有速度。因
没有速度，没有速度，所以速度是零嘛。如果给他更大一点的能量啊？当然是，那是更大的能量啊。那是我当我给他更大的能量的时候啊，更大的能量下，同样在这一点，有没有速度？这点没有速度，动了多少？零啊。啊，请问这边没有速度动的是零的话，那位能是最大还是最小？最大，最大。他把所有的动能在这一瞬间，这一瞬间你看，这一瞬间的动能是最大最小？最大。最小。就最大，动能最大嘛 ，V 最大，位能呢？最小，最小，是不是？因为它位置最低的，最低通常我们拿最低点当成动能，当成位能是零，所以呢，假设是位能是零的情况下，我是把所有的动能转换到这边的，这边的位能转换到这边的是动能，同样道理，我现在摆到最高点，摆到最高点之后，位能是多少？要算，但动能是多少？动能是零。啊，我把所有的动能转换到这边，我动能变成零了，那动能转去哪里？啊？什么东西改变的？动能转去它的阻力，空气阻力。没有空气阻力，同学，不要去考虑空气阻力。哦，动能跟当时的位能消耗的。对，动交消耗，不能是这样消耗，能量没有被消耗，能量只做转换，没有消耗，所有的动能全部转换成在这个边的位能，你看高度是提升的。我高度是提升的，高度是提升的。我的速度这边很快，我这边速度所具有的动能，全部转换成这个点上的位能。啊，所有的动能全部转换成位能。所以我只要知道说我这边具有多少动能，我是不是就可以知道说我可以到多高了？因为位能跟谁有关？是不是跟高度有关？位能就跟高度有关。所以我只要它位能，我就可以知道可以爬多高，是不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动能会等于什么？50G， 50 Joule， 50 Joule 会等于什么 ？mgh， 是不是这样的？mgh 是什么？是位能。信不信？是位能吧 ？mgh 是功啊，功就是位能。功就是在这边是动能转换的位能。换个角度想，当我在这个地方。位能最高的时候掉到这边，请问是谁对这个球做功？地球引力。地球这样做，我们做多少？这边缺区。啊，那我们用手对那个东西做功，就是我们用动能也这样发出功。对，我如果推它，那一瞬间推它的时候，推它那一瞬间，我是不是给它施一个能量？我有个力量，我是不是作用一个小距离？我是不是给它能量？是不是？我的能量呢？是转换成这个物体离开我手的那一刹那的动能，这动能在移动的时候会转换成什么？位能，转换成位能。所以简单来讲，他这么高的位能是谁给他的？是位，你的功给他。是我的功给他的，对不对？是我的手给他的。所有的功先转换成他的动能，他的动能慢慢再转换成位能，懂意思吗？好，所以这是一个转换。那我现在问你说，我现在当然你也不知道我给他的。我给他功，我给他的功是多少？做多少功不知道。可是你怎么知道他有多少能量？就看他停在哪边。啊，对，非常好。你看他停在这里的时候，假设你让他高度差，你是不是可以知道说我给他多少能量？因为他的位能一定来自我的手，是不是这样的？是不是？是吧？所以简单来讲，我现在在做正推跟逆推嘛。我现在告诉你的哦，我现在在这上的速度是。所以它可以摆多高？它摆多高是把所有的位能都是来自这个动能转换。所以我现在动能知道了，那我现在可以知道位能吗？位能怎么算？位能怎么算？赶快！你看看，地心引力乘以距离。对啊，乘以高度嘛，对不对？所以是不是等于 mgh？ 这是地心引力啊，这是移动的高度啊，对。是不是？所以 m 是一嘛 ，h 不知道嘛 ，g 所以 h 等于什么？就是 g 分之十，是不是这个答案？对不对？然后学姐说，假设 g 是十的时候，再约掉，不剩下五嘛？嗯。啊，是这个结果。这样问题？没有问题吗？好了，我问。是你说。那假设我会睡一觉吗？再讲一遍。我是想睡，我会睡一下吧。不行啊，下课再睡啊。
当然我知道，想睡的时候上课是没有什么样的效果很差啦。那如果我到时候下课的时候，我可以在这边睡觉。可是那是我想睡觉的问题。那我今天早上五点半就起床了。敲对敲。其实就敲。那个时间叫做官员每日起床时间。好，问一个问题哦，问一个问题哦。我现在有个滑板。我的滑板是。个球。质量是 M。A。我的滑板距离这边。高度是 H。H。好，那滑下来之后到这边。同样的速度是多少？前提是我假设这边都没有摩擦力。一样啊。啊，多少？根号二 H 啊，根号二 H 啊，二 H。你看，那个 B 是什么？那个 B 是什么？ B 速度啊。哦，速度。最大。不能再问这个问题了，速 B 就是速度，好不好？因为你说不能带，回答用 X 怎么办？为什么？我不用 X 啊。我明白，这个随便人不能带，不是我的。哎，为什么可以？可以，可以解释一下。就直接用二 G 去推出为什么它是速度吗？就是不要用前面的方式，直接用二 G 推。你直接那推也是 OK 啊。那、啊、你直接推。但是我跟你讲啊，那你只反向走一次就差了。你如果用这样推的话，你会感觉像是说，哎，我如果用这样推，理论上我的加速在这边，我的到这边的速度应该在这边啊，这速度是平的，对不对？是不是有个差异性？对啊，我个人是没什么感觉。这速度上这个方向是不一样，但是呢，就职能互换的部分，职能互换的部分啊、哦，我们考虑的是只有它的能量差，只有它的能量转换，我们不会考虑它的方向，因为能量是没有方向性的，啊、哦，所以你在运手具有的位能转换成动能，它只考虑是大小，它不会考虑方向。可是如果你刚刚讲说我掉下来的速度关系改变的话，它跟加速度方向是有关系的。我刚刚为了在我爸面前装认真，所以我等于在放空东西。装认真叫你放空，所以我感觉我不知道想那一段是干嘛的。懂你。就是为了让我装认真用的、啊，你们开什么玩笑？所以你真的认真的时候是，是很嗨的。我认真的时候看起来很秀，知道吗？回来。所以有知道意思吗？好，那我假设把这个东西改变一下哈。刚刚这位同学非常快的把答案说出来了，虽然说其他人还不知道为什么，对不起，我错，没关系。你走路方式就是一个球啊，出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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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球呢，从这边到这边，离开这个轨道了。哦。它飞出去了。好恶心哦，那个微机车在那。哎，好帅哦。我在轨道上的无微机车在那。对对对对对。这轨道中间都没有摩擦力，其实它飞出去的时候速度是多少？速度大小是多少？速度大小？我给你这个条件，我再给你这个条件，还是给你这个条件？我给你出来的根号二 GH2。啊，根号二 GH2。因为它的位移，位移不包含在它的所经过的东西。它是头跟尾啊，它是考虑这边的能量差，所以这边能量多少？以位这边的位能是零的话，通常位能有时候用 U 来做代号 ，U 嘛 ，U 的位能是零，在这一点的时候，我们说这边的能量，这边的 U 是多少 ？U 等于 mg h2， 是不是？我全部到那边转换成我的动能，就是二分之一 mv 平方。然后这两个相等，对，我的动能，我这边我的位能会全部转换成所以我的动能哦，不是 u 还是 u 哦？哪个地方？你在讲那个 u， u 是 u， 我刚刚讲 u 通常会拿来当做位能的代号，位能的代号，这样懂吗？嗯，那在那边位能是零啊？我们通常会假设一个最低点的位能当零，因为假设这一点的位能有没有意义？没有，因为我这边的位能转换成这边位能弹回来了，我的能量是又回来了，这边还是这边的位能跟这边位能是不一样。嗯。啊，那我假设这边位能是零的话，这边有个位能，这边有个位能，这个位能就抵消掉，所以那边就变零。所以我们就直接把这个位能当成零，这
这边问的是负的没有关系啊，所以我问的问题是，我这边未动这边的未能转换成这一点的瞬间离开时候的动能，就只有这样转换的。所以只需要拿到 H2 就可以了。对。啊，那假设我现在问题改了，请问这个球最快的速度是多少？啊？对，一样没有摩擦力。最快速度会在哪里？最快的速度应该是会在哪里？首先是最低处啊。好，会在最低处，对不对？为什么在最低处呢？因为它下去了。为什么在最低处呢？因为它的加速度是最大的。因为它多了这边的位能，是不是？嗯。又多了这边的位能。嗯。它除了在这边转换，理论上这边的速度会等于这边的速度，对不对？这边出去的速度会等于这边掉下来，在这个点上的速度是不是一样？嗯。因为这边位能损失的是一样的。啊，但是如果速度最快的话会在这里，因为它多了这一块的位置。哦。啊，现在这个速度是多少？一米九六。等多少 ？H one 对不对？哎。但是你讲的是位能嘛？我讲的是速度，速度是多少？速度是跟上二 g h one。因为它是 h one 的转换嘛。哦哦。这边的速度是 h two 的转换。看得出来吗，同学？为什么要二 g h 啊？这是推导，你看这两个相等 ，m 跟 m g 约掉了，啊，出去，二乘过来，那你把根号开上去，是不是根号二 g h 就够了？我这样来，看不出来。啊，这样有问题吗？有没有问题 ？Maybe no。部分 table。那从哪里来的？来了，一是能量，一是动能，我讲能量，我讲动能，因为。位能是用 U 当位能，通常用 U 当位能，通常用 E 当动能，通常用 W 当成功。啊，看问题，首先问题，头快炸掉了，头快炸掉了，为什么快爆掉了呢？绝对是魔术吗？再问一个问题，假设呢？他们很喜欢打棒球，学员也很喜欢打棒球。有一天，小胖跟学员在投棒球，小胖呢，投棒球的时候，他把棒球投出去了。那大棒球吧？学员在这边怎么样接球？为什么我那么傻？你搞什么？有那么好了？假设呢，这个棒球出去那一瞬间呢？你看准他今天不会来的话，真的。他的速度啊，对。它的速度是，你看我速度写 v 了，所以你刚刚问我 v 是什么，你有在讲的，我顺便写速，我就直接顺便讲速度。它速度是三太小，是50公尺。哎呦！哦天哪，那有啊！你看，好，假设这速度实际上是快还是慢？快了，好吧。没有，哎，很慢，很准的，很慢。没有，还好而已。就是快的，不是应该是什么180？那是公里时速，高速你把它乘上，3600，1180公里，算很快了，很快，哎，没有，很慢，时速180，100，是180吗？时速180，100多迈，170啊，不是迈。OK，这个高度是30公尺，哇塞！当时有点。其实它最高点的时候速度是多少？对啊。那个最高点有点高，速度是多少？十吧。速度是多少？十。为什么是十？因为它减30啊。是跟你用减的，这是高度哎。这是速度哎，对啊，它速度攀升那么久之后，再来说应该变小了，会变小没有错啊。所以我问你现在速度是多少？现在的速度啊，根号60g，我忘记，
下。你们不要习惯只有讲答案，上来说说看讲怎么算，好不好？出来解释。出来解释。出来面对。我站在最高的时候，我看的。最高点的时候速度是多少？零吧，因为它不动了，它最高。它最高点的时候是零的。不是你。最高点。它是没人对吗？最高点的时候。它斜抛哎，最高点速度是零吗？它讲就最高点的时候就是零。对啊，是不会是零吗？不是吗？不然的话，来，我们来算。速度是零就不会往前走啦。那我们来算算吧。等一下，等你去多点。假设这一颗棒子。你说什么？对，没有错。假设这一颗棒子一公斤。零下去。好重。不管啦，然后 B 平方乘一千米。一百多。可以把一千米的东西丢。然后 B 平方乘上是多少？哦 ，M 乘上 E。同学，我如果没有告诉你东西，没有告诉你的数字，用代号，不要写一。哦。用 M。哦。哦，不呀。你要列式子，不能直接写计算过程，要列式子。这是什么？就是它的那个动能。要写清楚啊。对。你要先写清楚它的动能，一是二分之 mv 平方。同学，大家目前有问题？有没有问题？没有。有没有问题？有问题就是有问题，没有问题就是没有问题，有问题没有问题。有问题。动能一开始的动能是二分之一乘上四十平方，再乘上它的 m， 对不对？为什么？为什么？我们前面不是解释过动能怎么来？完了，我的东西失掉。啊，那个停停停，接着跳。等一下，我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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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懂啊，不懂。好，轩宇跟龙轩、子龙，你看一下这个物体。你没有知道学联的。它的速度是每秒两公尺。哦。请问它动能多少？靠背了，没办法。让我算算。公斤每秒。等一下，它是动能哦。动能。六。1.5乘以。是不是二分之一 mv 平方？啊。是一点五乘以零八二四嘛，然后一点五乘以不是啊，我现在问说是不是二分之 mv 平方？对啊，对啊，对对，不知道，对我不知道你二分之一 m 什么平方都是什么。我前面有推导，质量一个物体从上面掉下来，对，去推导出它在最高点 h 的时候，它掉到最低点，它的速度就是二分之 mv， 那速度是根号二 gh。对啊，那是十吧？就这样。十哪来的？记不记得那个推导？不记得。三乘以二。老妹，你不记得？1.5嘛，1.5二乘以二的二两次吧。二两次方是多少？是啊。子龙，你记得吗？四乘以一点五。你不记得？十啊。记忆体满。好，对不起。这个高度 h。好，没有。掉。落下来。落了 h 的高度。它快碰到地面之前，它的速度变成多少？记得吗？要死！那是勾嘛？你讲它的勾是 mg 是吧？对不对？但是我先问它，在落下来那一点的速度是多少？2.25g。啊，谢谢。速度是多少？记不记得？那我刚才算对了。你上礼拜不是第一次？那我没有把它剪好。算错了，后来找我。然后二 g 是什么？二没有平方，二 g h 开根号。记不记得？记不记得？这个今天出现应该至少第一次了。我对那个从上一次到怎么来？我记得，对我先解释一下，我先解释一下，同学，你要解释一下二 g h 是怎么来的？从 BD 你解释给。给轩宇听，来，龙轩，你解释一次。来，龙轩，好，来解，再想一想。你解释一遍，你自己会多功力又多十年了，赶快。啊？那我早就不知道死去哪里。对，你死去哪里？来，龙轩，再解释一下。用 BD 你解释，为什么速度会等于根号二？应该有算出来。OK， 我有点出来。哦，做根号六十。快点。哦。
你是少女。少中，你会解释吗？哪一个 ？B 等于 2GM 的。对对对，我不会解释。啊？我不会解释，因为我这个范式我没有看懂。这个范式我没有看懂。他们在讲的时候，我在这个球，掉了 h 高度，它对我来讲重击。它掉了 h 高度之后，在这个瞬间，它的速度是多少？是，它掉了 h 高度之后，它在那个瞬间，它的高度应该是速度是多少？没有问你高度是多少。速度是 h 乘以 g， 然后再乘以 m， 应该就是 mgh。根据主动嘛，你们怎么对来对去的会把这个公式对来对去？哎，我觉得你把它先写下来，就是我们有学到的公式之类。我觉得我们需要再重新一次，因为刚才又讲到又一个 u 这个东西的关系，我觉得这还蛮重要的。我觉得需要再解释一下为什么速度是根号二。因为就连我都已经混了，搞混了。我觉得这个是我需要了解根号二是到底什么概念。就为什么速度是刚好的？所以你的 B 会跟 U 搞错。C 也还好，因为它的 U。B 不会啊 ，B 怎么画的还蛮的，还好的。哪一个 B 会跟 U 搞混 ？B 的每个 B 都写的像 U。这很像 U。没有，它 B 有再撇一下。U 怎么写？对啊，啊 B 会撇一下啊 ，U 通常这样写啊。好，我会看这个。那你要习惯啊。你要习惯啊，你要习惯啊，你要习惯啊。都打都打都给。我有100个学生，我还配合每个100个学生写100个代号吗？那不是啊。我已经写了，你要去学习我怎么写的，你要去记得，好吧？这个环境。然后再学习。我在提供是环境，你要知道我在提供什么环境。由于啊，那个二是什么鬼啊？大概知道，就是我的。你确定知道跟我这一组吗？完全没。因为是那个嘛。其实中间加速度 ，RH 是距，然后距离，对啊，它速度，那个，其实简单来讲，我就告诉你啊，嗯，这个球从这个高度落下来，它现在受了一个重力加速落下来，当它落了 h 距离之后，它快碰到地面的时候，速度是多少？我问你，就是怎么算？就是也不知道，它受一个什么什么？什么加太轻。其实我不太清楚哎，因为你这样自习哦，一堂课你都没有上。然后，当然有些同学也就算每天在这边，他也不见得他就一定都会跟上进度。但是，我还是一样要问的问题是：你们跟不上进度的时候，真的要赶快问，好吧？就要赶快过，不是过了就过了，没有听懂就算了。你看录影带没有听懂就算了。再给你2分钟。2分钟。我们就以好了，讲这个话，因为光讲这个话，我没有更好的方法可以解释。同学，来一下，这个落下来是受什么？是等加速度还是变加速度还是等速度？等加速度的图要怎么画？这写的，不懂就马上讲哦。哦。好。所以过了一个什么时间之后，它会掉到地板。我应该假设什么？其实也不知道。我可不可以假设？哦啊。假设什么时间落到地板？什么？第一时间，大声一点啊！第一时间，我在第一时间落到地板，对不对？所以我这边的速度是多少？你在第一时间落到地板就是 dt 啊。多少 ？dt 啊。看。第一时间落到地板，这是等加速度。GT 你看错啊，这一点的速度是 GT， 有没有问题？哦，那我也是 GT。简单来讲呢 ，V 等于 GT， 为什么呢？因为我的重力加速度是 G 嘛。我的重力加速度是 G 对。对，一秒钟之后，哦，一秒钟之后速度是 G 啊。两秒钟之后，二 G 啊。三秒钟之后，二 G 啊。七秒钟之后，二 T G 啊。这事情重复过几次了？很多次啊。对，现在这一次记得吗？会记得啊。OK， 所以在这一点一秒钟的时候，速度是多少？一秒钟的 GT。GT 好，没有你的吧？哎，可是我有个问题。你说。就是为什么它一秒是一 G？ 为什么？因为它加速是 G 啊。对，加速度的意思是什么？那它就是往下掉哦。
目前来讲，我们向下的正能，方向是向下的正能，是这样没错。好，所以呢，我走了，请问第一时间走了多少距离？走了多少距离？第一个，我做这种不太会放进去，所以。
像这个问题是属于数学范畴，说真的，也许你们也需要去跟数学老师请教，然后比较适合。明白啊，我问谁算？我问谁算嘛？那个，我说我问上海谁算？他们该养谁？你在干什么？好了好了。完蛋了。哎。你可以写这边吗？好难哦。哎，我问你没问题哦。哎。三等于二分之 x，x 等于什么 ？x 等于 x 等三等于二分之 x，x 等于三乘以二分之，哎，三乘以二，不能用除了。三乘以二，为什么乘二？为什么？因为三是 x 的一半啊。哦。你的第一难了。啊哦哦，我懂了。哎，应该是的。对，等于，按照这个逻辑来看，等于，二分之一乘以 h， 哎，二分之一乘以 h， 二分之一 g 乘以 h， 应该是这样吧？二分之一 g 乘以，要不见，这边要除以 g， 除以 g 的 g，
你想把这个哦哦哦，知道知道知道。我是要把它除以七才可以出键。所以这个是要除以七，对吧？嗯。所以这个是 t 平方，这个东西。哦。t 等于什么？我开根号。t 等于就是根号。对。开根号 ，t 平方等于就是开根号。x 平方等于四 ，x 等于什么 ？x 等于根号四啊。是不是根号四？刚好是了吧？为什么要开根号？因为 x 平方开根号等于 x 啊，这不定义吗？对吧？不知道啦，根号我不知道。根号就把它分一半，就是分一半。分一半。差不多的，不一样。根号是一个很奇怪的。好了，回来。就是找啊。t 平方等于这个东西没有问题吧 ？t 等于这个东西没有问题吧？没有，没有问题，对不对？回来这边，我们说这一点的速度是多少？是 g t， 对不对？所以 v 等于七 t， t 要等于什么？ t 要等于二 h， 根号二 h， 七分之二 h， 啊？七分之二 h， 为什么你要在前面多写一个七？这七在这里啊。哦，对，好。g 分之二 ，OK， 对不对？那怎么乘进去？就是 g 乘进去的话，它就把。g 乘进是 g 平方。嗯。乘上 g 分之二 h。哎哎哎 ，g 平方。三。x 跟等于根号九 x。三 x 可不可以等于？三根号 x 可以等于。可以。可以吗？进去变平方了嘛？进去一个根号变平方。对啊。我外面的 g 要进去是变 g 平方。好的。g 平方在这里。呀，所以它这个去掉了，对不对？那速度是等于什么？二 g h， 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这样子来的。对，就这样来。好，我懂。我可以下课吗？不行。然后呢？然后呢？这边有 g h， 对不对？我们也知道这个公式了，这就是 m g h， 这是有 g h。对。这边把 g h 转换成速度，所以可以从这边来变化。啊，我们叫速度等这东西，就两边开平方。对，就是乘以二，然后开根号就是。对不对？我两个平方了嘛，变 v 平方等于二 gh， 有问题？没有。所以 gh 是等于二分之 v 平方，有问题？没问题，把这东西带进来。二分之 v。对不对？所以等于 m 乘上二分之 v 平方。好，二分之 v。就是二分之 m v 平方。所以简单来讲，在这边的位呢是 m gh。这个位能是向上变成动能的时候掉到下面了，应该不要这个速度从它掉下来的速度来算，它转换成动能的时候只有动能啊，位能不见了，这时候变成速度，我们用速度来看它。刚才跟他讲的好不好？你讲太快了。这个位能它掉下来，因为刚才算不出掉下来的速度嘛，所以掉下来的时候高度已经变不见了嘛，所以它 m g h h 是零嘛。哦，对，它没有位能。没有，它位能转换哪里？动能。动能，看到了，速度是在这里，有看到了吗？所以转换成动能，这个值刚好一样啊，所以它这个值就转换下来了，全部的量，全部那个数值的量，全部转换成速度的表现。啊哈，全部转换成速度的表现。我从那个二 g h 后面就去看。好。哪一个 g h？ 因为它就是从我们算出那个速度为什么是根号二 g h。这边知道吗？对，然后呢？我把平方可以吗？平方等于根号，我把 v 平方等于二 g h。不，这边是饭盒。平方就把这根号拿掉了。哦。可以吗？所以 v 平方是等于二 g h。v 等于根号二 g h。哦。v 平方等于二 g h。哦，我知道，我知道。对，那 g h 等于什么？除掉是这边二分之一 b 平方，对，所以 g h 是等于二分之 b 平方，对吧？这样知道吗？不知道，拜托你要抄下来，你们都不抄笔记，也不回去看，你怎么会记得呢？我全部记到了，瞬间就不见了，瞬间就不见了。看录影带的时候，你也不会去仔细看在写什么，对不对？这真的很大问题，不照一下，你要输一下，你也不照一下。